开了，要去三八窝了。下午是我去信达港，名字不用解释的，没关系。还九班够人陪我对吗？九班的话，我都了解。九班够下来，两百来五百，五百块了，两只五百好了，先卖五百块，够人来啊，老师嘞，快准备三八，三八，准备三八。不会我吧？不下来，我过来。哇！有走了。这些这波人来啊！这波四百万，三百人。哎呦！五斤的三百。这台线，这台三百人。小姐，你去开门。
呀？完了呀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快快快！加个钱，加个钱。好，谢谢。一千块唔敢吃，啊！不是啊，卖我想，你一买外好两百块，敢买有了？这现在就刚刚卖人来，干来这三百块，你赚了一千外块啊！这拢来一千千块，一千块啊！就到刚刚现在拢来一千块了，全部一千块，一千六万块啊！卖袂到无法度啦，哎！卖收啊啦，你卖先去买买啦。你落一千卖，我问一届啦，无人啦，我收走啦，现在两百块了啦，三百两百块，三只两百了，三只两百块，一三只两百块，谢谢，哎，好啦，谢谢啦，收啦，收啦，收啦，阿伯拢好收收起来，哎，喂喂喂啊，收啦收啦收啦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帮忙打理啊，哦。快些！你讲，我来收了。我等下帮你留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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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包物料。哦，然后我旁边说什么？我走，三百块了。哇，这边都是拍的。啊，这边是有三种拍。三百块了。哦，有。哈哈。快快。太多了。这个摆一下，有人问问，那无人带个盘。那个啥个？哎，准备开出来对不？哎呀，这个摆一届，好个。你现在三包，三包个现在了。哎呦，三包。哦，三包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能买。妈呦，干嘛？250。还没得钱给。倒数五，太多了，吃不完。啊，吃不完。冰醋饭，冰醋饭。真的啊，那个章鱼脚那个300块太夸张了，那应该是快要500的价格了。怎么样啊？刚刚话赶回来，水果工怎么？刚话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台北的步步奇哇！Thank you.
点。哇，这鸡饭呢？然后呢？那一款。包三百，五斤，对啊，拜拜。吃，你要一包的？嗯，一包的。台北我住十二年，我还是觉得不喜欢。五斤哦，来，老板，五斤，来，来，金汤卖，今年第四卖，500，今年物标第四卖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物标出现了，怎么觉得还没有？不讲。因为有些摊位已经开始在卖物标，已经卖了2-3个礼拜了。300，摊位不是能办？大家老板，对啊，你给他填对。我这里都不知道嘞，不好意思。我头家在开始，对啊。你真来拢熟熟啊？我来晚，他说老板能办，嗯。这一个加头的是600，然后其他500。是200而已，这样给到给你500好不好？我要收了。600，加这一颗600。你要几只？几只500哈？啊，我这个我不提。什么？这个我不要。啊，我也不要啊。你买了你还要退我？因为太……啊，我要卖谁？你给我，我要卖谁？你要给你换啊，那个，你要拿哪种啊？哪种啊？我讲错了吗？鲑鱼饭，品种不同，这个太清楚了，都是鲈鱼啊，品种不同，哎，我讲八卦，请你过来。
那个鲑鱼球，鲑鱼饭，鲑鱼饭，鲑鱼饭包起来。屏东的步调，屏东有在步调有在走吗？屏东的步调慢慢慢到太慢了。对啊，台北真的是，我从十八岁住到三十岁，就是没办法。我台北从十八岁住到三十岁，就是没办法喜欢台北。还有没有那些鲑鱼头？没有了，这份卖完才有再切了。贵了，全部贵了，贵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刚好问他，你有听到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说哇，差不多。哇，对不对？然后剪刀刚，好瘦啊。这个卖好吃的哦，记得300块好不好？300块。我明天要去工地，所以这个卖，跟你说我要去工地的话，三盒200。麻烦了。主要其实主要是哈，他们出货之前很多事情要做，因为搬货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出来就搬，没有搬走，因为搬的东西大概有5-6十种。今天算 OK 了吧？很好吃啊，他的羊肉卤，他的羊肉卤真的吃得不错，就是没有，又不能拿回去，因为我老婆不喜欢我拿东西回去，太多了，像我们四礼拜才拿回家买水果，买到叫水果超多的，要吃了500。对啊，可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因为我会叫他们三盒200啊，三盒两百，水果3盒200，我吃过，还以价格跟品质来说算，我觉得算便宜的，因为跟那个三明路那个第三次，三明路。哎呀，阿姨妈有买了。哇，没有了。三十五度耶，那个那边有。这个是你们的吗？这是我弟的。你弟的。江心早。男友去屏东地区，会带你去屏东郊区。郊区耶。拿了吧。多利。你们不要有那个刻板印象。屏东也有很好玩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青青岛对我来讲，台北娱乐地方我都觉得不错。他说明天乌日有没有？明天哦，有啦，我怕我忘记呀。好啦，我明天要过去呀。好，别再提了。鱼标，虾子也没有。虾子。你还有虾子吗？没有。
后面有空，后面不是太香的，除非要买多一点，不然就地上的。这个。一般人家卖的吗？对。不要了。这不你先摸我过来。这个时间专门买。我知道。没有。这个时间吃。300如果有下次它会疯掉。1000块啊，活的嘞！他说下次没了，我说如果10:30还有下次，如果10:30还有下次你就疯掉了。我跟他说，如果10:30还有下次你就疯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入台中了，可是我是路痴，我找不到哎。这个地方，来，小姐，这是哪边？那个西七七呀，附近而已。西屯的，西屯是附近，对啊，十张图。之前他们西屯有一场。来，小姐来，我知道。啊，你是想说今天有来这里？小心。因为西屯后来就收了。西屯收了。嗯，那边房子卖掉了，卖了十几年，最近卖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本人看起来比那个还胖。你没有跟他买水果、哦？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。那买个水果，你说要给我推了吗？买个两颗也好。卖两颗，他卖两颗嘛好。可以了吧？你看他我们买的十位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十位在哪边有？那个乌日那边有，然后高速公路西市哪一块？以前就无人买，你就买车。对啦，他真贵。高速公路旁边有几个五块？放到那边。就放到那边。那几块沙发能贵五八？600。哎，北青啊。我就是台你放好了。哦，我都忘记你想太多了。那也不是昂屌，那是酒高干。而且很难忘不会记啦，很难忘不能记。哎，200那个包子。对对对。拜拜。哎，喂。沙发。哪里啊？沙发。泰国。这跟很高啊，好像有。啊？很高。还是几块多少钱？还是几块多少钱？哎，7500。7500。7500，71块啦。贵啊！贵啦！我们7500。你卖奢侈，卖奢侈。来来来。还有我弟啊！妈，哦，哦，很忠心，颜色鲜丽吗？哇，还有我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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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第一次来吗？我不知道在哪里呀，贵，那现在知道，那现在知道。礼拜三跟礼拜六，我都礼拜六来了，我都礼拜六回台中，礼拜六来度假，六日在。那你要买什么？那我来看吧，这个很烂。木炉你知道哈？3200。3200。我有黑啦，哎，我买黑的，我买黄金仓啊。一样都3200。好了好了，师姐，好了，师姐。那个呀，3500，猪好送到你家给你吃。这里破掉来，怎么在路安岛吗？三年你有搞老天不啦？那我可以问。不要问，这样会乱掉。你可以问吗？他们借走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问吗？按下，按下等来哦。可以问吗？好，不要走了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。哦，三待到现在耶，四天出门哎。哦哟，真的待到现在耶。好了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慢慢开哦，慢慢开哦，拜拜。慢慢开哦，小心一点，拜拜开。中午好像桃园，桃园下。那我要喝桃园。今天有很多桃园下。三只啊，哈。旁边这里好像一个桃园下。专门下来看哪些都能来。都能买的，而且从那个从改了说慢慢到慢慢买。是我的吧？小姐是三只。7点多吧。快点嘿，我都断掉了。
冰墨鱼肉沙中式沙拉。我知道。一千零六。要什么？可以买一斤吗？100，可以吗？一千零六八的是嘎啦，是嘎啦吗？不是。你要系统送到你家，这个感觉好像接下来发展的剧情就是要吃饭。随便啦，青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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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刚刚，那是深海鱼哦，是养殖的哦。一只200，全部都给你1000就好了。我们要收了啦。这个超。那个真的很好吃啊。100，300，3500。哎，今天没有人问这个，太神奇了。不要问啊，他们不会吃啊。老的讲的，阿母，阿母，老的讲的，百奇比百奇大。今天还好，今天没有百奇啊。没有，今天这些比较平常人家会抢的东西，竟然没有人要。大家没看到啊？刚刚你知道吗？上次人家抛的那个啊。有来啊，然后我被我发现到，然后他好像有察觉到我在阻他，就走了。哪一个？之前不是有社团人家偷偷那个拿了没给钱的那个？哦，那个是确定真的没给钱跑掉的。哦。然后他被我发现，因为我是在注意他，然后我跟他们两个人讲，他好像有察觉到，他就走了。没有爱情。他说要什么？快点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没有吃完的话，这冷冻还是可以冰冷冻。你可以把它分装好。我刚才有把镜头移开，没有看到你。我在注意。你给它分装，你们讲讲跟比的配比一样的。那个鲈鱼没什么刺啊。对啊，这五斤重哎。也是鲈鱼没什么刺啊，这个也没什么刺啊。冷冻的有放这么大吗？不是，冷冻啊，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卖冷冻的啊。这是今年第一批啊。这今年超级贵啊。好啊，我回去再把它弄。你自己用袋子封住啊，对，我们就把它真空一下。润席，你家有真空机啊？没有，我们家有，我们家什么都有，我们家有你封住怎么在做生意啊？在哪里？润席在哪里？自己怎么现在上来？自己喜欢润席啊，冷冻库。在那个什么？啊，想喝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润席，那我挑一只，它漂亮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都它都超大的啊。今天我也。
样，今天没有这样子。2150啊，2460啊，3860啊，那段会差很多。好了，走了。今天就是。你要玩啊，来来，你要是在玩，当然是信红的手，他自己在那边倒数，他是信红不爽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健身，你看，这是健身的姐。在九班。他是信红，拜拜的啦，不是我啦。两位我吧。这是我的手，我要倒数了，他们要疯了。升旗，嗨嗨嗨！为什么你可以上来？你不在学校吗？哦不不，你今天在八卦山。倒数计时，五，走了。我要比。好来，五四，我把我比慢慢来，三，拿远一点呐，二。一，拜拜。哦。